我觉得其实如果他选择塔姆的一个情况下，包括洛克的英雄值，像是金克斯或者像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型的一种，哦，这边是一个，哇，哇，塔普的 BP 真的有趣，用他的射线去消耗矮边中路，河道处抓到了一波闪现过来，是打出了一个伤害，这时候的一个魔鱼是没有闪现的，还有加里奥这大招应该是必死了，是由蜘蛛拿到了一血，是的，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接着话题所说 ，Flawless 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阵容，是非常的扎实的。而且我觉得重点的，哎，这边一闪大招过来，一舔一发平 A 一技能直接带走 ，Loken 拿到人头，哇，这波熊熊帅帅帅，小熊这一波也是一个核弹筒啊。只有自己的第二技能和弯刀，那么他的持续作战能力会很强，但现在的最大问题是 Flawless 的血量并不是很好，要看看现在怎么去处理。鳄鱼的话也是姗姗来迟，小龙的血量还有3400血，伊兹瑞尔大招一刮，刮的效果还不错，把后排都刮掉一个残血，正面的话炸回来，但是中脑后面开启有没有机会去嘲讽，小龙的话也是在那等着到底谁来打我，这边近身开启，危险，立场抽了一下，差一点把他拉回来，那这样一波还是没有留住人，加里奥这边一过来闪现过来，闪现到了四个人，但刀妹发出了一个大招，进场之后输出还没有打，但维克多利刀妹已经是拉开了，先把对方的鳄鱼给击杀了，六刀妹开始出刀进场了，双杀进场，拿到了人头之后再一个一技能比翼双刃，拿到三杀还可以拿到四杀，啊，这波是被 Loken 抢到的，没关系，打出了团灭之后26分钟 Top 是可以直接直指大龙，这一波的话还是在于说啊，他是所有的技能闪现也好嘲讽也好全部给到对方的前排，但是没有第一时间秒掉，当时之前咱们比赛时候就说25分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，如果25分钟京东这一波没有打过来的话，京东可以说吃全了技能，这边的鳄鱼是选择出了这样的一个西兰刀，也就是靠自己的一个 R 技能来去加强自己的一个大招的效果啊，对，因为他这样哎放出这一波是蜘蛛要被抓到了，飞起来过起来还能不能跑，有秒表，但这一波的队友能不能帮助到，先打对方的一个前排，魔芋是吃到了肚子里成功的走掉，但是这种狭小地形刀妹是无敌的呀，刀妹这波进场没有人跟啊，有点危险，还是被秒掉1000块钱让鳄鱼拿到了，这波主要刀妹这个爆炸果实进去没有道理啊，真的很强，就你看到现在为止他们这个哎这边偷偷摸摸开了起来，就看这条大龙了，已经是被视野发现 Flawless 应该是感觉到了，但是打龙速度还算不错，正面的话鳄鱼是有 TP 的， TP 到这边的龙坑里面，而且是不能取消，所以这一波是要强开一下的，先血拉开先处理对方的一个蜘蛛，蜘蛛已经被发现了，但蜘蛛位置不太好啊，哎，蜘蛛这边是直接被秒掉了，开出一个超越死亡恐惧到对方的一个鳄鱼，加里奥这波进场的话也没有成功的切到，但是 EZ 这边想跳进去配合自己的加里奥掐对方的一个刀妹，但刀妹有一个秒表，再一个已经拉开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操作，现在全是残血，全是残血，伊泽这样要开枪了吗？但有一个立场，他不再敢跟了。维克多这边是血量非常低，伊泽是有机会，但没有视野，还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。其实一过去有些不太敢啊 ，W 技能也是再次空掉，但是他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具体的位置，都在拉视野，这波 storm 过来的话是这边让 Loken 卡住视野，秒掉比翼双刃再拉开 ，W 挡住伤害 ，ignite 两波极限的操作，伤害。鳄鱼的话也是尽可所能打出了一个4700的输出，对，你不得不说 Zoom 这个说实话他这个西兰刀做的其实挺有价值，来这边也去、我的天哪、直接被秒，这边是一个破碎的秒表，没有任何的机会，这一波伤害的话是直接溢出了 QAE 一套直接是带走，加上一个大招的一个持续伤害，所以现在就知道伊泽瑞为什么要出一个小影魔刀了啊，对，你就真的跟这个维克多对点，你没有魔抗的话真的扛不住，那这样远古巨龙手他拿到手握三条风龙，在队友的一个输出是一定要跟上的，因为说句实话就在那短短几秒钟，就在嘲讽的几秒钟之间，对，鳄鱼很关键，鳄鱼现在已经是有复活甲加上一个西兰刀，它是有二次的打输出的机会的，西兰刀的效果就在于你开出大招之后你每发平 A 都会减少你其他小技能的一个 CD， 那鳄鱼的 W 啊 E 啊或者 Q 啊它都很技能本身 CD 就不久，所以利用这个西兰刀的效果它团战是能够打出非常不俗的输出，没错，就看这一波 Zoom 怎么去打了，它闪现还没有好，最好是要等闪现转好，两路已经是告破，现在 Top 势如破竹，已经是把中下的兵线都是推进去了，是的，这边的话中路兵线也是再次过来，还有16秒钟的一个大龙 buff 时间，维克多一个射线直接是把蜘蛛打回了家，这边的话是想一波 Loken A 塔的速度很快，直接要开启大招进行清兵，牙膏的血量很残，先直接回家，这边的话 Top 可能要直接拆基地赢下这场比赛了，是的，京东这边想接战，但是这时候的输出好像有点不能够能秒掉小熊 Top 完全